中文。我嘛甲讲啊，这个新台湾论，我把各位讲哦，你若看无的哦，上无必等下有你的囡仔还是你的孙仔看啦。迄一本遮尔啊厚吼，实讲要看较看较完啊，无简单啊。有较深啦，毋是写英文的关系，较深啦。我讲台湾问题足深的，你知毋知？什么叫做战争法？什么叫战争法？啊，奇怪呢，那你拢无人咧读战争法，你袂感觉我很奇怪吗？我甲你讲，读战争法拢枵死啊！我读战争法是安嘛？为什么去念战争法？我贪小便宜啊！因为读战争法哦，较少人读嘛，指导教授无嘛。我拿博士学位简比较简单嘛，所以我就读战争法了。所谓的战争法是啥？战争法真深呢。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；第二，你也当记起来，日内瓦和平公约有关战争的部分；第三，红十字会总会的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；第四，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3000几条。第五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。你从这五个读到好势，会当融会贯通啊！我跟你讲，真正不是简单啦。所以我有当足感谢我的爸母啦，让我的头脑很好。我唔是我跟你讲头脑很好咧，我小学考初中的时阵，数学100分呢，反正联考啊，省办高中，市办初中的时阵啊，我读台中啊，台北的台中啊。啊，初中毕业考到建中啊，我的数学嘛100分呢，非常高耶！这个我乐于接受。啊，所以我以前哦，这个思考的能力，在这方面哦，坦白讲，我是认为啦吼，我分析能力很强。法律系学生囡仔哦，你甲注意啊，咱读法律咧。单一科法律系啊，头脑无好。你都要读理工科，你要个专读法律的这种的吼，头脑较活啦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咱的囡仔若袂晓读书哦，你唔通怪咱的囡仔啦，爱怪啥物人？怪家己啦 ，DNA 不好嘛。但是你免烦恼，袂晓读册，无表示讲伊袂当做代志，伊可能有别的专长，你该鼓励别的专长。请我的缺点嘛，足多呢。我不懂得美术，我不懂得音乐。我以前哦，读册时阵，美术哦，我拢甲同学玩啦。你数学我替你写，你替我画图。有一摆足夭寿诶，画甲足水啊。教出来讲，老师讲，你去当比赛。我都袂晓画啊，甲画甲足水诶。我真正会。我自我决定了，我不能说谎了，袂晓画就袂晓画啊，真正袂晓画啊，对颜色这种的搭配，我有当衫拢画袂清啊，颜色拢画袂搭配啦，所以有当想想吼，也要读册嘛无效，干那也要读战争法尔啦，所以战争法我敢伊讲，我绝对敢讲，全世界我 top ten， 我绝对敢讲，但是其他啊，我尾名最后一名啊。在座各位，今日伫民政府伫受训，你嘛爱发挥你的专长啊！我无甲你要求啥，挂三支旗啊出来，安尼敢有困难？敢有困难无？无则通讲呢？有困难无？有。唔敢讲啥啦？有困难无？讲着爱做着，我甲你讲。敢若我亲像我为中国做走转来吼，伫个海边哦救抓。我就抓了边啊，发出点火呢，你坐呢？这段吼、哦，你家己看外册啦。我就讲实在哦，我甲今日吼、哦、印象深刻。我当宣誓讲哦，我若活落来吼，我要替台湾做义工。哦，不得了，即马一个义工一个做甲啥哦，逐工直接咧困迄个眠床哦，迄个巴床哦。啊，我都已经讲过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就。所以阮遮的人吼、哦，阮遮的人拢是义工啦。啊，咱义工即嘛足济，我今日头你开的吼，遐少年囡仔拢是做义工的。啊，遮尔啊少年就出来去做义工哦，
比阮拢搁较伟大啊。啊，所以咱的囡仔哦，哪阵时啊少年啊吼，啊来加一下少年啊，我来当是做义工。啊，你做义工有啥物？民政有哪执政？即个少年第一日要甲马上要甲采用。台湾这个国家吼，一定爱吼老中青三代。这是向啥物人学的？你知道？共产党。我伫中国办学校啦，我办啊真成功诶，就是收过了成功才去没收去。但是因为这都有真侪会当去甲学的呢，老中青三代，所以因嘛有迄个副市长吼，足少年诶，二十几岁做副市长呢。吼、哦、啊！但是因这个副市长，因来你讲拢讲，我呐称为校长啊。啊，可比讲我是林副市长啦吼，可比讲啦吼，我是林副市长。但恁若拄着我，我呐照常称为什么林市长。所以拄我去的时阵搞不清楚咧。啊，乡人讲，那叫你要找市长，啊，落尾才哦，迄个人叫副市长。哦、我等下时间到，来，这个咱的新闻吼，后摆呢会当倒转来过来听课。哦，啊，但是我讲过吼，那普通时回来的时候，那三天拢要到阵的，要交三千，我拢共款三千啊。这个咱的议长嘛拢交三千吼，啊，那干那听这个礼拜的这场的吼，要交一千啊。吼，啊，一千是食饭钱嘛吼，啊，听我演讲安尼一千块应该有过得有记得啦，对不对？有无？有。讲这一点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中国。我跟你讲一个消息，让你知。这不是我亲口讲的哦。差不多在顶顶个月，在迄个法国巴黎，中国一摆，甲弹100亿债券出来，美金嘛，100亿的债券弹出来。照道理来讲，100亿的债券汹汹弹出来哈，美国会震动，对不对？奥巴马嘛烦恼，但是迄个时阵啊 ，CIA 含我伫接受迄个人，伊是美国总部的，迄人去处理的，伊马上飞去日本，甲日本政府讲，即马中国弹100亿的美国债券出来，你日本爱去买，日本没有第二句话，马上甲买去，中国惊着。因为伊卖这个100亿吼，中国了迄个利息钱吼了歹算。啊，我甲各位讲一个概念，以中国现即马现主席所拥有的美国债券的迄个额度吼，是美国规个国家内底365天内底，伊内边可以处理啊，3天的交易量就吃掉了。啊，但美国内不爱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伊不爱讲，有伊不爱讲的道理。两党在竞争是一件代志，你未听到讲美国打败的，但伊那边军费被增加的时候，伊就讲哦，中国的武力改变的好多哦，好强哦，我们美国要加油，有啊，讲个笑话，中国武力妥，哎，即马换一个面讲，好强哦，我们美国要增加军费，迄是政治上军方伫骗钱啊，啊，所以。讲啊，做中国拥有美国债券足济，所以美国足惊伊个。No， 3天解决，3天就解决。我甲你保证，因为这个代志我知影，我很清楚。啊，若有机会吼，我会来讲迄个啊，做人民币为什么坚持不升值？哦，遮拢还佫足济。其实吼，中国代志足济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个咱后摆找时间吼，啊，再过来讲。啊，还是讲后摆吼。后摆授粉是这个8月5号、6号、7号，这是原住民加这个第三届的夏令营，啊，这个第12届哈，就是8月12号、13号、14号，就是第12届是8月12、13、14，所以第12届哈请咱同志哈、同心哈介绍朋友，介绍较好的，拜托，哦。
好，伊伊介绍来，迄后摆吼，拢是咱民众要做官员使用的啦。好，拜介绍一寡吼，啊，较有水准的吼，啊啊，迄个头脑清楚的人来，安尼好唔好？多谢，谢谢。好好好，两分钟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身份证要一个月。我先跟你讲哦，这个新闻就是安那产生的。美国五角大厦迄、那个通行证迄、那个公司啊，迄、那个美国国家的那个迄、那个证券的公司哈、啊，迄、那个制造卡片迄个公司，特别为咱台湾人设一个分公司，啊，这个分公司呢，才替咱制作，哈 啊, 啊，所以我估计啦哈，咱审核通过哎。各州审核以后送到中央，中央审核过一千份，一千份要一个 package 送去美国，啊，美国交给他以后，他说两礼拜他会完成，再寄回来要差不多七天左右啦。所以整个的流程哦，从台北中央会馆出去再回来差不多要一个月左右、哦、我先跟各位说、哦、一个月，你不能说、哦、我今天申请了、啊、明天就要来提，对不起，一个月，安尼好冇？嘿，谢谢，卖理亏哈，马上要结业，啊，马上结业是。